各位同学好，我是林文老师，欢迎收看林威英文。本节目内容丰富，慢慢欣赏哦。大家好，我是立中的钟彦。080反霸凌，大家请支持反霸凌行动。今天林威老师要介绍那个 iPhone， 谢谢大家。我以为他要叫大家顺便说一下什么话，就没有了。好，他一股脑就讲完了。好 ，iPhone 顾名思义，好，这五个英文字，六个英文字，哪一个字是大写的 ？P 是大写的哈。好，那请开始动脑哈。iPhone， 它是一个以网路。网路要大写哈，这个基本功就不讲了，为基础的。所以这边呢用到了一个单字，由网络为启动的一个多媒体，多媒体这是一个单字，智慧型手机，智慧型手机呢是一个字，在手机前面加哪个字然后呢后面有两个冠带省略的分词，一个呢叫设计，一个呢叫行销。那你觉得它是哪一家公司买的？苹果股份有限公司，那个英文字缩写是谁？那很好啊，待会一起讲啊。好，我先把它讲完。好，然后呢，它有一个就是 iPhone 啦，有一个多点触碰的功能。这个多是哪一个字？触碰很简单嘛 ，Touch。多点触碰的荧幕，请你复习。然后呢，它有内建，有虚拟的有键盘，有按钮，还有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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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的东西哈，还有那个还有相机功能啊，什么什么东西的，好。这样的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功能。好，来吧，我们把这一句话收尾，想想看这一字各要填什么。好，预备，开始。好，这个字比较难，我给你们一个单字哈，你们背过国中教过的 can can 等于哪三个字 ？Be able to。好，请把 able 变成动词。请把 able 变成动词。Able 是形容词啊，怎么变成动词呢？我给你提示啊，它的发音叫 enable， 对，加 en 变成动词，它就代表驱动的意思。那因为这个装置是被驱动的，所以再加 be， 代表它最棒的功能，它上网。好，那再来呢？他说它是一个多媒体的智慧型手机，多媒体，媒体那个叫 media， 那多呢？Multi 有没有在你的电脑上看过？有没有 Multimedia Player？ 所以 Multimedia 多媒体。好，智慧型手机 ，S 的那个叫 Smartphone。对。啊，未来呢还有另外一个的 OS， 大家注意叫 Android， 它是未来。好，然后设计第一开头的，国中单字 Design， 因为它是被设计啊，再加 ED， 行销是哪一个字呢？行销就是市场那个字 ，market， 对 ，marketing 叫行销学，好，所以 marketed 啊，被行销，所以主要是苹果这家公司来做。那刚刚有没有听到？刚刚说的股份有限公司的三个英文字母 ，INC， 来那边 Inc， 全名叫 Incorporate， 以后再说。好，那它有一个多点触碰的萤幕，还是那个字 mo， 啊，你可以用 multi， 你可以用 multiple 都可以。好 ，multiple 是它完整的英文单字，叫 multiple touch， 多点触碰的。所以现在手机大家开始啊抢占市场，都类似型的一样的方式。所以说，果然是厉害的。所以 Nokia 就被打得快死掉了，快死了。Nokia shit。好，那刚刚没听到。好，那荧幕那个最简单叫 screen， 所以它有一个多点触碰的一个荧幕，伴随着呢虚拟的键盘。我想虚拟的，虚拟会有 virtual， 对 ，virtual， 虚拟，你哪里背过这个字的？
游戏啊，好 ，virtual 虚拟的，好啊，键盘那个最简单 ，keyboard，virtual keyboard， 对啊，那键盘，而且它不用触碰笔，有没有印象？很方便。那还有一个叫的按钮，纽扣怎么拼 ？B U 还 B U？ B U T T O N buttons， 还有各式各样的软体啊，功能 blah blah 的，各式各样一个 vary 的词类变化，的形容词。Various， 对对对，还好我问你这个字又多复习了一次。Various， 你们看到很多时候，常常我们常常讲字都会错在词类变化，各式各样的功能，功能 F 开头，电脑键盘从一到十二的那个字 ，function， 以后你们在数学会 is 这个字，它叫函数。function 函数那个功能，那这功能还差一个字母。S， 因为这功能可以用复数型。好，这个是 iPhone 的这个简单的句子做介绍。那今天的录音啊，录影就到此为止。瑞芬，下课喽。Yeah.